彰化县流浪犬数量全台排名第二，因此台湾流浪动物所造成的社会环境、公共安全、卫生等相关问题时有所闻。许大哥长期自掏腰包，透过救援、结扎、圆放、收容、送养等方式，提供全中部地区流浪动物中途医疗照护，让在本园区内的浪浪能尽情奔跑，安心有家。然而，这样的景象可能从此消失。园区地主在年底前要收回土地，在片寻不着合适地点后，快乐屋协会与许大哥毅然决然地要将园区现址土地购下，但因金额庞大，急需社会大众、友善企业一同伸出援手。未来，许大哥计划将园区扩展成医疗与人道管理的友善动物环境，让每个浪浪都有合理的活动空间，妥善医疗照护，日常定时喂食，安全生活环境，希冀成为永续经营的南彰化流浪动物医疗基地。现在不单单为浪浪募款，更是一个尊重生命的最好机会教育。让我们一起把握机会，浪爱延续。